佛在这个42章经里对淫欲讲的最长最多啊，最多下面还是这样啊。第27章无助得到啊，看这个无字啊，就令人生欢喜心啊。我们都坑在这个有上啊。佛言啊，夫为道者，幼木在水，循流而行，不除两岸，不为淫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助，亦不腐败，无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咬，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佛说啊，夫为道者啊，就是为修道者啊，像木头一样，哎，在水里啊，循流而下，不出两岸，嗯，啊，不出两岸，不为淫取啊，也不为鬼神所遮啊，也不为回流所助啊，亦不腐败啊，所以说佛说我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呢，哎，就是不为情欲所惑，啊，不为众邪所咬，静静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这是本经啊第27章举出一个比喻，说修道者要远离一切障碍。什么叫两岸呢？两岸就是情和欲，情欲又分为见思情欲和无明情欲。见思的情欲是执着于生死啊，像此岸一样啊。无明的情欲是执着于涅槃啊，也就好像处到彼岸一样啊。人和一切鬼神，人拿木头和鬼神取这个木头啊，就比喻所有的邪见往缠住的人，如木头被人取了，就是说是啊，这个木头啊，不能除两岸啊，也不能啊被人取啊，你至少是。你要是除了两岸，它就不能入海了，是不是啊？你被人取木头也不能入海，哎，也不能被鬼神所遮啊，哎。至于回流所住啊，这是指的懒惰啊和精进正相反，哎，你懒惰就等于住这地方不走了啊。说我们打坐呀，我们那个。睡一会儿吧，哎，多睡会儿，多睡会儿吧。今天先这么地，明天再说吧。哎，你今天就被这个旋流啊锁住啊，旋流锁住啊，或是啊，行啊，这个人我先多给他唠唠几句嗑，唠完了，明天我就跟他俩不唠了啊。你实际上今天已经被锁住啊。腐败和无为法啊。正相反，因为他不能执行正念真如啊，所以说，哎，他常常想精进又退了啊，就像回流一样，流得很急，但一转弯又回来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保证精进一步，哎，脚踏实地一步
啊，绝不是这面跑挺快，那面一碰点事儿马上就回来了，不能这么啊，就是走一步给自己后面断一条死路，就把那个路给堵死，不让他走。不给他走一步断一步，你就发现，你看看你所作为或你思念的东西，或你想的东西，都要给他断掉，包括写信呐、有些人来往啊，地址都不要，地址不要，不要了，最后是家住在哪不知道，什么电话号码不知道。忘，脑子没有印象，走一步断一步，别怕痛苦，别怕痛苦，昨天烟台那个记者又来电话了，告诉我个好消息，是说我秋天有可能就出家了，就可以到这来了，那我怎么，他说他母亲呢已经开始吐口气了。说你夏天别走，秋天再说，秋天再说。他说我到秋天我肯定走，同意不同意我也得走了。他同时问说，他说我走了以后我将来还能不能回去一直看看父母，我说你可千万别跟你父母这么说，我一定要断绝不回去了。那行，那我跟他讲，我给他讲明白，讲明白。讲挺有意思，他说你看我去了师傅都准备什么东西啊，得需要带多钱呢，你准备你自个儿的善意这些东西吧，这些东西，我说这钱多少那我不能跟你说，反正你自个儿给你准备。然后师傅等到剃度是不是我得供养师傅和那个寺院呢，我说我不供养你就不错了啊，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说很有决心，我说你来了得考验，不是来就剃度。他说那行，他说我考验十年没问题，十年没问题，考验有这个决心啊，挺好。说你那又来了，又来一个青州市回来，又有一个来出家的啊，是陕西啊什么地方的啊？今年可能还也许还能有人来啊。就是说是我们啊，应该啊，不能往后退，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啊。有时候发心愿呢，也是很有重要性的啊。我也是不断的发，我说我宁可死在臭水沟，我也不回那苏家。就那些事儿你就别想了，我就只有一个死来，我干嘛？我不会那样做的啊，这不可能的事儿，你必须自个儿断，有时候发个愿呢，自个儿刚下一动念，哎呀，我都发过愿了，我哪能违反我的愿事，对不对？顺着愿力来兼顾我们的道心，这是很重要。你要不说呢，哎呀，我那时候没说，反正这时候我也不算妄语，这不行啊。有时候也得有点愿啊，愿能激励我们啊，能看住我们，因为我们发愿的时候，往往是心比较清净。我们有了想法的时候心里已经不清净了，所以说呢我们有了愿力，这样的话使我们能够往前走，说话就是大浪说话，是吧？所以说有的人呢就是留得很急啊，留得很急，像回流留得很急啊，但一转弯又回来了，这个回头路我们应该加小心，不走就回头。脚踏实地稳稳当当走一步断一步，连回的想回来的道路全都给他堵死，什么家庭财产的，是不是？女人的，包括亲人，甚至父母那面，都给他断，都给他断，断了以后，我们才能这个道心呢才顶着走。因为我们那个情感呢，今天你刚想挺好，过一会儿他才，过一段时间呢，有一点的难处的时候啊，身体有病了，
或是吃饭不相应了，或等等的是一个困难，或互相之间有点心情不愉快了，他就寻找一个能理解他的、安慰他的一个地方。他把这些事情看成坏事情，他需要一种来讲述和发泄的地方。实际上有时候这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吸收啊，把它吸收，本来给你这个粮食啊，你给它吸收了，像火炬一样，火炬的燃烧是靠燃料，什么是燃料呢？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是吧？得靠这燃料，你燃料你吸收了，火才旺呢，是不是？你得把这个东西吸收，你火会变得更大啊。你不吸收啊，你光芒就小，所以说修道得吸收这些烦恼和这些情欲，怎么样吸收呢？就是不被它转啊，不被它转来吸收啊，不被转就是吸收啊。所以说我们想达到无为法，就得对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法无为法，就什么也，首先我们为了这个无为法，什么都要放下都要放下不能达到无为法，我们就住相了所修的福慧不成功就像木头的烂了似的必须要堕落不会到涅槃彼岸，也不会了生死因为情欲就是有为法起心动念呢那都是不行的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何必再达到情欲那种深的程度，那更不行了我们一定要深深知道这个有念就是邪这玩意儿最厉害但是人呢生活每一天都在和这个念头在打交道，成天没有离开过嘛就睡觉也做梦，是不是没有离开过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这个东西无为法，不住这里像两岸的木头似的，你来了碰我爱我，我不碰你爱我按摩不着边，所以顺流就下了，你如果你探到哪个碰到岸，它都会卡住的所以说呢，你不为情欲就像人和鬼，这都是情欲的问题不管你是哪面来的，我都不被你所占你高贵也好，低贱也好，我都不为你这个情欲所缠所以说他就住不了你所以说佛说呢，我保你入大海，保你木头入大海，也就是保证我们人肯定得到如果我们一有了有为法，这就是福报就没有了修不成功木头也就烂了而且必然要堕落今天青州寺他说有个叫日常法师还是哪个法师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他说佛经有一句话讨论在家，他说在家就是地狱在家就是地狱，所以说他说佛经有那么一句话确实很可怕的。不能了生死，这就是被情欲所迷和爱见的众邪所咬被情欲所迷主要这个情包括特别是男女的情和欲望，还有这个男人和男人的情，女人和女人的情这个很可怕有的见到男人他也生欢喜心这可怕的他也生欢喜心，现在就是这种同性恋嘛所以说上一讲这个同性恋如果一旦发起来就会变成了一种就是病毒
这种病毒和现在的病一旦结合起来，就像那个肺炎一样，传遍了世界各地，完回来大量人在死亡啊，这些都是这些东西人心的就是变形，而且呢出现了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些东西世间人的造业纷飞好人现在也基本都是赞扬这些东西没有正确的概念，所以说呢很难逃出这一关，唯独的说信佛能逃出这一关啊，信佛真正修行就能逃出这一关，如果在佛教造业我看也危险所以这个大伙儿确实得注意这个问题，本来呢这些不应该讲的过多，但是也不得不讲，现在这个事儿呢基本上都明显了啊，外面这地方确实存在，确实存在很厉害的啊，有些魔啊都混进了佛教，披着袈裟啊，你根本就认不清楚他们的诱惑力非常强不断的给你吃的好的，满足你，称赞你鼓励你你想得到的他都能给你但下手的功夫最后就是情欲而且还会造谣你别看他做还会造谣，他的造谣首先混淆视听把所有的大德他都说有这种事情这是可怕伎俩哪个大德有名他也那样他也那样至少俩人这个和他反对的他都会给你添一句他们俩有这种关系这种人呢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我出关的时候就见过这样人嘛见过这样人回来他问我怎么修行，我说持戒我靠他持戒修行，我也知道我的话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呢也给他种下这个种子而且呢也穿着袈裟，而且唱的也很好所以说你们不知道那是很可怕，也经常给人做佛事的说话那很仁义的，表面上那很体贴人的，那不像我这做师傅的又臭又硬，净得罪人，人家很会顺着人心去说话所以我们都得加小心现在已经变为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特别混进佛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我们既不能宣传不能外面讲，同时呢我们要提高警惕，所以说为什么咱的洗澡间都设在内部，不允许非僧人使用包括发心出家居士也不愿意使用都是避免这个东西避免这个所以说我们都得加小心处处加小心，不是师傅说你看跟师傅净贪恋，你说那底下澡堂不挺好，你师傅你又盖那么个大澡堂干嘛你不是享受，不是享受没什么弄出这么多，就是让大家身心都干净都清净都清净完了远离这些不敬的东西不敬，所以我们大家都加小心不能堕落不能堕落不能住在有违法，特别是情欲上更不能那就会像木头一样会烂的，你永远不会归入大海也不会到涅槃的彼岸也不会了生死主要这就是和爱见和众邪所咬而且这些人还有一套理论呢世间有世间的理论他说呢人活着干嘛，不就是成立家庭吗不就是男女这些事生儿育女吗他有他的理论他这一说了好像我们有时候不加小现在就能上当，这是啊你活着干嘛呀，咱想想活着干嘛呀他不知道一个关键的那个人生是修行一个过程，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就在这块儿，一定要记住人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奔修行来了，但是这个过程有的没有过关，或有在这里打个旋转而被迷了，所以说堕落我们现在出家就是觉悟了
觉悟什么呢？哎呀，我那原先的愿望是来修行，不是来到这个世间来混来了，啊，不是被他所演的。我们本来是克服所演来成就道业，来度众生的。最后我们到这里一迷，哎，就堕落到里去了，啊。所以说，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是啊有大志愿，也可能是从天上来的啊，也可能从各个道来的，哎，都是一个目的，都想了脱生死，哎，度众生，哎。和自己的早日成就，哎，都是奔这来的，只不过有一部分迷在这里了啊。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哎，一下就把它破了，哎，一下就破了。而且呢，我们心马上得到的就是正念就回来了，啊，要不你不这么破它不行的，啊，而且呢。嗯，我说这种，哎，它是符合真理的，啊，符合真理，符合事实，啊，也符合我们大家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样思维呢，我们会得到正念，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些人呢来讲一讲这个事情，让他们能够反省反省啊，回忆以前的愿望和啊，每个人都有愿望。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破除他的爱戒啊，爱戒一下就可以断除他。所以说爱戒的中邪啊，他会干扰你啊。正念和真如而能精进啊，明白法的本性和本来就是无为啊。不是说我们呢要通过无为法想达到什么啊，不是这个目的啊，是什么呢？是我本来那个就是无为法啊，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无为法，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谈无为法，实在离无为法的本体还很远，哎，还很远。但是呢，我们通过谈无为法、修无为法，哎，来助无为回到了我们的本来面目上，我们本来面目就是无为法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啊。要能这样啊，不为情爱所转，一定会得到的，这是这一章的大概意思啊。佛言呢，佛说夫为道德啊，就是夫是指我们来说的啊，修道人说的啊，修道的人又无木在水，就好像一个木头在水里一样，啊，循流而行，顺流向下走，啊，不出两岸，不被两岸的石头所障碍，不出就是把木头定下来，没有出两岸，这木头就不会两岸所流，啊，啊，既不被情爱所流。这个木头就好像一个修道人似的啊，不为人取啊，也不会被人拿去啊，不会鬼神所折。为什么这个木头有时候会出到两岸，会被人拿走，会被鬼神所折？为什么？再说一下，道心不坚固，道心不坚固，哎，这是一个，还有具体一点说，嗯，贪心没出，贪心没出，嗯，心在动，心在动，还说，反正他行的不正，行的不正，哎，嗯，就是在我们。人心就是正念不够，就像木头，它可能是弯曲的，它就会。嗯，正念不多，哎，正念不多。哎呀，情欲没断。嗯，情欲没断。这张主要讲的就是情欲没断。啊，情欲没断，大家讲对不对？是对的啊。因为情欲没断，心就动。
信一动两岸就起来了啊，信一动就生两岸了，情欲没断，信必动啊。所以说，情欲没断，两岸就现前了，人也出来了，鬼也出来了，人鬼俱现前，鬼人呢把木头给你捞走了，啊，这了有了女人，她的你要情欲一动。那女人顺手就把你这就给你拿走了啊，木头你像轻飘飘被他抓住了，哎，你情欲一动，鬼神就把你找到了，把锁你就走，不费事就拉你走，哎，你没有根了，道心没有了，哎，拉你走，那太快了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叫人哎给转拽着走，和鬼神给列着走，就因为我们有了贪欲心，哎，所以说绝对不能贪欲，害死人，这个女人真害死人啊！有人说可以，如果要是母亲如果不是女人，可以把天下女人都可以杀掉啊！有一个出家师傅就发这么愿嘛啊，他说要是母亲要不是女人，我可以把天下女人都给杀掉。他说这个杀掉不是这个杀，不是砍人那个杀，你可别理解错了，哎，就是说他是生生世世的永远不见女人，哎，在他眼里绝对不允许有女人存在，哎，但是呢唯独呢还存在一个女人，就是因为一个母亲，哎，所以说他这一念呢没有把他女人彻底看破，就在这其实母亲这一关他过不了，哎，实际上什么是母亲呢，就是慈悲啊，就是慈悲，你不要把母亲看成女人，女人就是慈悲，哎，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问题转了，是吧，哎，特别是修道人呢，哎，这个特别加小心啊，因为啥呢，这个你越修道，哎，这人的那女人还怪，你越修道啊越清净，那女人可愿找你的啊，哎，找你谈话呀情法呀，哎，她专门找你，因为啥呢，她有的是有欲望心，有的是没有欲望心，哎，但她呢需要个什么东西呢，哎，需要她的清净，你一清净了，众生就来了，来找你，来吸取清净。但是你呢，不能够有那么大定力，一下就被他转走了啊！害己呀，害人啊！不光你害了自己，连人家都给你害了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不为回流所住啊，所以停止在那个地方了啊。不能说是我既然修道了，我虽然女人我现在已经远离了，而修道呢不努力，哎，净想睡觉啊，那也不行，哎，或是就混饭吃那也不行，还得努力啊，还得啊，所以说呢，你一天不精进啊，一天就付出了很多的东西的。而你原先修那点定力逐渐就没了，哎，你这个弦哎也就被松下来了，所以你得攒啊，你不攒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啊，亦不腐败，也不会腐烂败坏，无保此木，怎么不会腐烂，就是住不住在有为房啊，而且呢我们修无为房啊，无为就是空啊，空啊，亦不会腐败啊，福保此木，佛说呀，我保证此木啊，这个木头决定入海啊，一定会流到大海里去，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断除情爱，你一定会得到啊，佛给你下了保证啊，
佛下这么大宝，哎，只要我们断除啊这个爱欲之心，你肯定得到的。别着急，有时候我们这个欲望心也是反反复复，有它的习性和种子，有它生理的反应。有时候呢，这个心本来没有，它生理的还有。这个生理的有的是哪的呢？是我们的习性种子。过去种那个因了，你心生你想修道，你不偿还那个好事吗？是吧？有时候就得重报转轻报，它重报转轻报，而且呢，表现一种习性的种子出现了啊。所以说你不能丧失信心啊。另外呢，这种习性种子出来了，为什么对我们有了反应？什么原因？就是定力不足了，戒律不清净，定力不足。所以说大家呢，一定不光学戒，而且要修定力。为什么要修定力？你要不修定力，你戒律不深入啊，戒律也不深入。你戒律不清净，定力也不会升起来。所以说他俩都得有啊，戒里含定，定里含戒，哎，他俩都是一个问题，哎，所以说我们要严格持戒，同时要保证定力的形成，哎，如果你不修定力，很多人就要还俗了，哎，他控制不了啊，是不是？控制不了，所以转化不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修定力，哎，把禅定功夫要上去，哎。通过我们清净的戒律，哎，修出的定力，那就真实了，哎，真实，而且有保证，哎，你定力有什么问题，他戒律在那块就帮你解决了，哎，戒律解决了你那些问题，又保证了你定力的真正的升起，哎，他俩是不可分离的，哎，不可分离，你骗了哪面都不行。所以说沙弥这一段主要就是在干嘛，哎，在戒律上一定要下功夫，你别怕浪费时间呢，说我得了我去修定力吧，定力这么好修定，那个定力你没有清净戒律它升不起来，因为自见如果不升就坏了啊，自见不升就坏了啊，这个维系的变化啊，你等着修道到一定时候才能会清楚的啊。当我们定力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进行转化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找你的，哎，俗话说找你小脚的，针尖大的洞，斗大的缝。你有不点小毛病，你那点定力升得越高，它会漏得越快啊，就顺着你的小洞就走了，就像大坝子里面储了很多的水，水量越大的时候，你决口的机会才越大啊，决口的机会越大，嗯，所以说我们想修道，嗯，就是这样，嗯，你必须用戒律来保证你的定力，嗯，用定力来帮助你戒律更加的清净和完成和深入，他俩本来是一个，本来就是戒定慧不应该分开说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能够全面的哎掌握它，或产生了偏见，所以说佛把戒定慧三无漏学啊给分开说了啊，说这些整个是一个，并不是两个啊，是没有办法一种方面说啊，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把戒律反复的打，有时候我们学了一年二年或者三年四年的，哎，沙弥戒呀，晓得自己各方面作为，哎，都差不多少，哎，你觉得差不多，实际上里面差的很多。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觉得差不多少，本身就是病了，哎，这就是病。真正一个持戒的心，永远没有满足心，哎，没有满足心。永远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普通，哎，很普通的，而且有很多的毛病存在的，哎，这样的心才在道上走。如果你有个满足心，我差不多少了，我比别人高了，或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可以了，坏了，你这个已经被说污染了，哎，
起心动念都是无缘，何况你也生出这种之见，也是一种无缘啊。大伙儿应该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由于戒定慧的努力，就会控制一些欲望啊，控制欲望，最后灭除欲望。佛说决定入海啊，学道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情和爱物欲所迷惑，不为众邪所咬啊，这个众邪可多啊。现在就有一种普遍的一种就是这个邪，他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修禅定啊，不用持戒，什么五戒这些戒不用持，意思我的禅定全能解决了，或者呢，你就修禅定这个期间，你该吃什么吃什么，你该怎么怎么的，不用那个，这是一种，这个邪，说法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念佛人呐，就是，不必持戒。临终时候只要念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我们接走了，因为阿弥陀佛有愿力所以说那个阿弥陀佛必把我们接走，他以不精进不努力用佛的话来误导众生来谤佛，他不修就是用佛哪句话不得进行苦修啊，说才能达到这句话，他把所有都给否掉了，所以说本愿法门就这样啊。也有的人说，现在呢念句佛号，你已经在大法船上，你不必那么执着，已经在大法船，这都是，实际上都是犯妄语，大妄语。你本来还没有得到，那法船什么就是得到，你本来就没得到，说你已经得到了。你本来你还没有破除这个无明呢，你没控制这个淫心，他就说你已经在控制了所以说有时候是大妄语的而现在很多人不持戒了你这还怪这些跟这些人跑的也还不少真有人跟他跑所以说有很多有时候他们据说在网络上一提到大悲寺，那些人就出来了，就和大悲寺该对着干，就是不让你提大悲寺，一提大悲寺就给你，不是不让你播，就是跟你对着来，对着来，这也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咱都不管了，愿怎么说，他说的越多，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反而消我们的业力，消我们业力，因为我们有时候修行呢也有不到位的地方，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有时候呢盛名之下其实难逢但有时候名声太大了，咱不像想象那么好，所以他们说几句正好帮咱消业咱也挺好，但是呢我还是担心他我们消业了他别堕落啊，是不是这也不好。所以说这个这个众邪所咬关键是我们得认识得认识无为法。讲一个小例子过去有一个修行人呢在打坐的时候后儿看见了一个孝子背着他母亲来了。来到跟前儿，他说我正打坐，你说你上，你背个母亲上我这来，肯定是磨了化身越走越近，只跟他俩说话，操，你想咬烂我的定力，那不行，再撵撵不走，最后他身边有斧子，这人家那预备挂斧子，拿斧子照这个孝子就给一斧子，孝子这一下走跑，当时给他乐坏了。得了，这就开始继续打坐。第二天，可能是一出定的时候，一看那个斧在腿上的，在腿上，那个孝子就是他腿，那身子就是他母亲嘛，是不是？
他把这个人本来要进入空性，但是进入空性的时候，这种境界就现前了。哎，不像我们想象的啊，身体是身体啊，腿是腿，脑袋是脑袋，这种人一旦到那种程度了，他就没有啥实际意义了。啊，我们活着脚有个脑袋，是我们是一种执着。啊，当我们修到一定定力，这个身体它执着就破了。哎，就是暂时破，或者境界现前，哎，他也会看清楚。所以说，那个人我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烦恼就是存在。啊，我脑袋迷糊，哎，我脑袋不好使，老怨这个脑袋，哎，那是脑袋事儿吗？那是，是不是？它不是脑袋事儿，是我们这个业障在那里。啊，我记不住，那记不住就是脑袋事儿啊。它不是脑袋事儿，是你的业障。我们连这都那业障，就是让你放弃了你这个我执。哎，虽然它还有一个法执在那块儿，哎，但我们就不肯。哎，就是我脑子这么想的，你看我身体这么想，哎，所以说这不行啊。如果你有了这个啊，就会哎被魔所咬啊。所以我们修无为法啊。不被一切无明啊，一切懒惰所障啊。一切无明，什么是无明啊？哎，谁能说得出什么是无明？什么？我就是无明。哎，对，你说。淫欲就是无明，哎，谁能再能广泛说一下，是吧？细细能念就是无明。好，他这句话给跑了啊，大伙都说一对，哎，所以说，哎，我就是无明，淫欲就是无明，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全是无明，哎，眼耳鼻舌身意全是无明啊。六根六尘全是无明，你不要以为这个我在六根里我还能跳出一个好的根，在那个六尘里我还有一个好的六尘，你不知道，整个都是一个无明理，所以说我们就在大黑锅盖里活着啊，所以说我们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能修道啊，能修道啊，能够去听讲，能够念佛啊，这就很了不起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万幸啊，万幸。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具备了这个修行的本钱啊，你知道这点就够学。过去的听半句偈子都会了脱生死的。我们先听这么多，我们更有了本钱啊。主要是就是怎么样精进无为的问题。处处的无为，处处的住空相啊，处处不被物质所咬，处处什么叫处处你得恐，不能叫这物质给你吓住啊。不能吓住。精进的修习无为法，佛说我保此人啊，无保啊，我就是我的意思啊，无保此人，我保证这个人必得到啊，必定得到啊，也是一定会得到，佛不妄语。你断除情欲，你修无为法，没有不得到的，没有不得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佛给保证了啊，佛要给受记了，那你还怕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啊，千万不要被那个邪思所骗啊。第28章